学校都放假了，今天准备跟龙哥去接下他的妹妹，顺便学习学习，看看学校的景色，看看学校这个气氛。龙哥，今天应该车不少。今天接学生多，学生放假了。对。我刚才听见打火机响了，谁又抽烟了？二松。年纪不大，这烟火挺勤。嘿，欠收拾。刚才我听你俩说什么上学校学习一下来。嗯。你俩不是都被学校开除了吗？开除了，现在特别怀念学校的那种气氛。以前让老师给你们那开除了，现在又开始怀念了。啊。呀，行啊，知道悔改啊，这浪子回头了，这是。浪子那句话咋说？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啊，呀，快整词了啊。嗯。啊，行，能学好了就行啊。这个是我们县城的鼓楼，小鼓楼。现在已经到了大明县新运动，车多得很啊！大明一中，这是一中吗？这是新运动，新一中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这个正前面这个楼，这是哪个楼？学习教学楼，西边也是教学楼。这玩意儿不小啊，是不是？行远楼，这个是不是也是教学楼？对，这是一号教学楼。一号教学楼，人多不多？太正常了。今天人的确有点多啊，是不是？人来人往的，这好像还有一部分提前放假了。要不然还多。二号宿舍楼。三楼，走吧。三楼，走吧。已经到三楼了啊。什么车啊，总？还行。先颠着吧。太挤了，下个楼梯都不好下。这么多人。到人来人往的，出都不好出啊。走吧，一进出出不去。等一会儿吧，让人家先出。可以。阿松，出得来不？出得来不？阿松，这是刚刚已经出来了，又被挤回去了啊。学生的大餐厅。还有服务中心。服务中心。环境还不赖，是不是？对，挺好环境。现在挤得走都走不动了。就是现在我跟二松，俺俩已经都挤出来了。哎，挤出来真不容易啊！真不容易，人太多了。对。走吧。在学校里面有啥感觉没有？想到现在是那啥什么？荒野啊，跟那逃荒一样。咋人多？对。有没有想起来你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？我那时候在学校第一个出去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没体验过这感觉。我那时候还没下课来都发娘回家了。你这怪不得人家开除你呢，你不好好学习的。这个学校一中是我们属于我们大明县最好的学校了吧？对，最好的中学了吧？对。老北京冰糖葫芦，儿子吃不？吃呗。吃啥来着？烤红薯。这是炸串。老总，你想吃啥嘞？我想吃烤红薯。吃烤红薯买吧，这不是有吗？嗯，去吧。
这咋卖的？六块一个，六块一，你要吗？再拿，再拿两个吧，拿两个大点的也行。再拿一个，拿大的。拿几个？那收完件了吗？行。要给你扫码。拿了没有？收完件，扫码收完件啊。行。给你钱了没有？给了。啊，对了。我忘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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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门口的车还多啊，是不是？就跟逃荒一样。啊，龙哥一直在这儿等着我们，等着我们了。太堵了。已经出来了，把龙哥妹妹的东西已经拿完了。咋了，二总？在学校里面有啥感觉没有？太挤了。我听说看着你刚刚是不是出来了，又被挤进去了？你看看，挤进去了两回。对，吃的块太大了。熊哥，你这看在这儿啥电视剧？自己看的。大本山。马大帅。从这边。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杀人买的红薯，买的红薯，来，谢谢。人家跟你说谢谢的二嫂。你这待遇不孬啊。那边晚上我们仨接你来了，你请晚上吃个饭吗？中。请晚上吃。我请客能出现。哈哈。行啊。今天我买的，请你们吃饭去。不行，你九点多吧。九点。嗯。口气还不小了。吃五星级。不要我说吃碗拉面就行了。拉面的吃最贵。最贵拉面是啥呀？大米，就大米这地儿。最贵不见最好吃呗。那你说哪地儿最好吃呀？拉面还肯定还是老五的。咱都去呗，老五拉面，要不去吃，咱吃面啊，还是吃米饭啊，吃这个什么呀？我都行。喝粥啊，还是吃炒菜啊？你俩，大兵跟二松，吃啥都行。吃啥都行。嗯，都可以。都可以啦。可以，那咱就去吃点这个什么吧，喝点粥吧。喝点粥，古连天那儿行吗？可以，有菜有鱼有粥，行吗？可以。好。哦，这是古养园粥铺啊。古养园是不是？不是古连天，邯郸那个叫古连天。对对。古养园。俺没拉手，俺这是秋雨。到了。喝点粥，我们已经到了啊，喝点粥进去。全国连锁大名店，对，先吃啊，吃。给我挂了啊，俺吃完了。喝点粥吧，喝点粥，吃点菜吧。行，挂了啊。咱这直接点餐了没？网上点餐，高级的哥。
个人的。他这模式，口音就是这个模式。你喝啥？我喝八宝粥。你喝什么？我喝小米吧，小米粥。行。一个八宝。两个八宝吧，大冰是小米南瓜是吧？对，金瓜。你呢？你呢？小马姐，以后你再喊我喊秦哥哥啊。为啥呀？哎，人家都说俺俩长得太像了。他说他是熊大，我是熊二，是吧？谁说的？熊大熊二。你笑一个，笑一个。我没有活盐，你偷了我的盐，啥时候偷你盐了？我记得那天你没给我打苏醒针，我就醒了啊，拿剪子剪你了一下子。二叔没有打苏醒针，自己都醒了。你那家伙还先称称我多少斤，拿针管一下就睡着了。点好餐了。鱼香肉丝、鸭血、小炒合菜，下单了啊！行。啊，不贵啊，88。哎，吉利数啊。尝一尝，耳朵尝一尝。他这个八宝粥弄的这一绝，看看这个城里边跟这个市里边那个有啥不一样吗？对，看着都一样。看着一样。碗用的都一样。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一样。这是一个师傅俩徒弟。鱼香肉丝，嗯，怎么样？龙哥点的这几个菜怎么样？可以，行。有素，有肉。对，对，不赖。他这个汤喝着也不赖，有粥。有多少个？可以。包子咱没点那么多，吃完了咱再点。可以，可以。半个包子。把这菜吃完，吃完啊。行。嗯。不要浪费。嗯。小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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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娘俩，娘大兵跟二叔，娘俩吃饭都从来不注意形象，是不是二叔？嗯。你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嗯。先吃包子去。对、嗯。小米饭。嗯。这个粥喝的对的了。对的了。嗯。对对。这白开水喝的也对的了。白开水喝的也对的了。嗯。你俩啊，还真多菜了，赶紧吃。吃完啊，弄个盘光，吃不完不让走。最后一个包子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二叔，快点。可以。嗯。吃好了没有，龙哥？吃好了。咱准备回去。准备回去了，你俩吃饱了没？吃好了。啊。行。回去喂喂狗，遛遛狗。对，咱们吃饱了，也该喂他们了。对，今天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么多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